是的，他兼具颜值与实力，是又美又飒的卡点狂魔，也是温暖、低调、积极的刘老师。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尖叫声、欢呼声，有请 The Night 刘雨昕，有请。欢迎雨昕，这边请。哇，大家好，我是 The Night 刘雨昕。大家都太热情了。欢迎雨昕，我们先把全场最热情的掌声送给雨昕好吗？谢谢谢谢。那首先我们要问问雨昕了哈，十一假期期间你在忙些什么呢？有一直在准备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哦、一直在准备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们听懂了吗？是的，其实我们知道雨昕的行程一直很忙哈，所以平时想要保持好的状态、好的体力，肯定是少不了 Wonderlight 的陪伴。当然这一次呢，作为我们品牌的代言人哈，其实我知道你也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 Wonderlight，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去理解 Wonderlight 品牌的呢？我们先从第一眼的感觉说说看。首先包装是非常新潮，然后也非常前卫。哎，包装非常的新潮，就是一眼看上去就是潮，是不是？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式养生的产品理念，你是怎么理解的呢？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吧，然后益生菌其实大家平常生活中也都会用到，我自己也会用。嗯，是的，益生菌确实是一个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东西哈。那接下来想问问雨昕了，这一次呢，作为我们品牌的代言人，使用产品之后感觉怎么样？科学有料，心营养。哇，太准确了，这是绝对称职的代言人，是不是？太赞了。好，科学有料，新营养。那什么是科学有料呢？我们可以说它是科学有料的配方。新营养呢，就是全球优质的原料。所以说我们的雨昕真的回答得非常非常的准确，真的是难不倒你。好，那接下来我的下一个问题啊，你是如何去理解我们 Wonderlight 里面的 Wonder 和 Light 呢？我觉得 Wonder 就是美好， Lab 就是实验嘛，所以希望大家是用科学的方法，然后让每个人由内而外，然后变得更美好。哇，太赞了！其实我们觉得哈、啊，雨昕和我们 Wonderlight 的品牌精神是非常非常契合的，年轻、前卫、新潮，探索不止。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再一次把全场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 Wonderlight 的代言人，我们 Wonderful 的刘雨昕，好吗？谢谢，感谢大家的热情和支持。那今天我们的小蓝瓶爆料仓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有趣的互动环节和诸多的福利。拍照带话题，我们的话题是捕捉 Wonder 新特工，发送微博或者朋友圈既可以获得我们的品牌周边礼，还有机会赢取到特别的纪念册哦。那么现场呢，我们解密新任务有惊喜，完成我们现场的挑战哈、啊，可以获得扭蛋币一枚，那你就可以抽取到我们的限量好礼和特别的纪念册了。稍后呢，我们的雨昕也会现场哈、啊、去打卡体验一下，和大家一起来互动起来哈、啊。那同时呢，今天除了现场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线上的朋友。那对于线上的观众朋友来说呢，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你不仅可以和我们的雨昕隔空见面，同时呢，我们线上的粉丝专属福利也只限今天。那么我们今天呢，入手新品的国潮系列益生菌礼盒，可以获得的是雨昕的同款雨伞一把，购买欧普大香奶昔两件八折，雨昕同款的益生菌40瓶装的两件，可以抢先得到200本限量的特别纪念册。下单呢，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亲签抽奖，重磅福利先到先得。所以我们现场和线上所有的朋友哈、啊，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积极的动起手，行动起来。好，那接下来我们正式来到今天的主题哈，我们请雨昕来到我们的 W 桌前，有请。好，你可以来到中间的位置。好，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在我们这一张桌子上面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我们的 Wonderlight 的一些产品，各位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哈。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边啊最右边的这一个是我们的欧普营养代餐奶昔，每瓶25克蛋白质，掉秤不掉营养。中间呢是我们的全能益生菌哈、啊，免疫、肠道、体重三合一管理。那这边绿色的呢是我们的口腔的益生菌，肠道口腔双效合一。
粉色的啊，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蔓越莓的益生菌，守护女性的健康。班这边应该有很多朋友入手了，对不对？它是膳食纤维哈，大餐火锅前来一条，帮你带走油腻。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角儿。在我们正中间 C 位的位置哈，我们的主角呢，今天也是我们 Wonderlife 丝路国潮系列产品的首次发布会，所以说今天啊，我们将从长安站开启，正式开启丝绸之路的大门。那接下来我们想问问雨欣哈，说起丝绸之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它，你觉得会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探索。哇，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探索，这个回答真的让我很惊喜，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非常厉害。确实是，我觉得探索这个词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我们先行者的探索，到现在我们刚刚雨欣提到的哈，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探索，都是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和雨欣可以一起携起手来哈，去传承我们的民族的传统文化。当然说到丝绸之路，其实我觉得先行者们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前方的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挫折，但是呢他们却可以鼓起勇气哈，继续的向前行进，去不断的迎接新的关卡，新的挑战。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丝绸之路它不仅仅是一条商业的通道，反而更多的是它所带给我们的丝路精神。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以丝绸之路为灵感，首次发布我们的国潮限定款的小蓝瓶益生菌。那雨欣有没有听起来感觉很神秘？我觉得很特别，对，因为我看是我面前的，对，就是这个这一款，对，你可以拿起来看一看，还蛮好看的，是不是？对，其实上面有丝绸之路的途经之地，对，是的。这个两个，我发现你一眼就看到了重点，两个哈就可以拼成一个完整的丝绸之路了，特别特别赞。而且我想问问你，你平时会收集一些比如说国风的物件呀，或者国风类的东西吗？我平常很喜欢民族风的东西，所以就是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把民族风的元素和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哎，把民族风的元素和流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所以你一定少不了的是我们民族风的一些配饰，对不对？对，包括音乐，其实也是想做这样的音乐。对，是的，我们也期待雨欣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更好的作品哈。那我知道你一定非常非常期待我们今天民族风的国潮系列的产品喽。是的。那接下来呢，我想问问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哈，你们用过我们的小蓝瓶益生菌吗？哇，看来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都不用过多介绍了，是不是？好，那在我们正式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考考全场所有的朋友和我们的雨欣哈。我们知道过去的古人行万里路，这一路上会奔波哈，一定会遇到水土不服，所以说身体不硬是不行的。那想要拥有好的身体呢，一定是需要益生菌去调理，所以想问问雨欣哈，益生菌有什么样的好处呢？一个是调理肠胃，对，然后其实身体也会变得更健康嘛。是的，可以调理肠胃，这是它最棒最棒的一个优点，非常正确。那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对不对？那我想问我们现场有没有朋友最近在减肥的？有，是不是？减肥是所有女生从小到大一直的心愿，是吗？对，在减肥的朋友哈，其实我们的小蓝瓶益生菌还可以帮你去进行一些体重的管理，非常棒。那接下来啊，我们想问雨欣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发布的这个国风益生菌的行囊专治水土不服，那它可以让我们的年轻世代去自由的探索属于自己的领域，属于自己的天空，拿着它你就可以远行千里。所以雨欣知道我们的益生菌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多重要吗？我觉得提高免疫力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其实，对。是的，提高免疫力确实是哈，每个人都需要，所以这个是你日常常伴，对吧？益生菌一定是的，对。对。然后平常可能工作的间隙，然后有时候会就是吃一些奶昔什么的啊，我知道肯定是忙得吃不上饭了，来不及吃了哈，就可以喝一个奶昔。确实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这个工作压力很大，你们有没有吃不上饭的时候？
太有了，我看前面这个小姐姐疯狂点头，是吧？这边有工作压力很大加班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说吃不上饭加班的时候，平时工作压力大了，肠胃不好了，我们当然需要益生菌的陪伴哈。那果然是我们的养生刘老师没有错了。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养生小 tips 呢？养生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多喝热水。多喝热水，这个答案你们满意吗？大家也多喝热水。多喝热水，好，万能的多喝热水哈。肚子不舒服多喝热水，胃难受也可以多喝热水。其实说实话，多喝热水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养生方法哈，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好，那今天其实除了这个多喝热水之外哈，我还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发现你的粉丝朋友们颜值都极高，是不是？我看到我们刘老师嘴角露出了一丝自豪骄傲的微笑，是吧？仿佛在说那必须的。因为刚刚其实我有站到台上和大家互动哈，我发现大家都是看上去一下子一看就很健康，而且呢颜值高身材好的小仙女，所以我觉得哈，我们的益生菌的产品真的真的很适合大家去进行身体的管理、体重的管理、免疫的管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请雨欣帮我们现场开箱好吗？来，你可以拿起我们这个国风益生菌的行囊，对，帮大家来展示一下。好，首先呢，我们雨欣拿起的是我们的国风的一条丝巾哈。我们现场看不清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也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清的图哈。这一条丝巾呢，是我们绘制的丝绸之路的一个路线的棋盘，对，所以大家平时哈，几个好朋友就可以凑在一起来玩一玩了。而且呢，我们做成了一个限定的好物丝巾，它的设计灵感是飞行棋和我们冒险棋的结合哈。你有玩过飞行棋或冒险棋吗？很小的时候有玩过。哎，很小的时候有玩过，是不是？玩得怎么样？玩过那么一次，玩过一次哈，不是很好，对，还蛮有意思的。我们这么设计啊，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有一种下棋通关，可以去这个继续探索丝绸之路的这么一个灵感哈。好，同时接下来已经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蓝色的益生菌的小瓶子，大家对对对，哦，上面有，对，上面有这个字哈，对。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一点，大家看不清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大屏幕上啊。那这个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大家用完我们的小蓝瓶之后不要扔掉哈。每一个瓶子都代表了我们的一个地标的一个阵营，那分别是楼兰、和田、敦煌和长安。所以说哈，凑齐四个棋子，你就可以开启我们今天的游戏啦。好，接下来呢，已经可以看看我们刚刚，其实你刚刚已经看过了，这个很吸引你，对不对？这一整个盒子。哦，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益生菌的一个行囊，这个很漂亮。好，小心，这个行囊两个哈，两个接在一起就是我们一个完整的丝绸之路的图案了。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哈，这一次我们也是首次发布哦，第一次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哈，其实我刚才发现你拿着这个丝巾看了很久，你是有什么想法吗？就是我觉得很特别，很特别，是不是？对，我只能说瞅瞅我们刘老师敏锐的时尚感知能力。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要做些什么了哈。那其实我们这个丝巾的设计呢，一个是想让大家平时休闲娱乐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玩一玩，当然它也可以成为你身上非常亮眼的配饰。所以接下来我们请雨欣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吧。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使用呢？我会怎么使用吗？对，我平常可能就是可能在系在腰间，然后或者是脖颈的哦，脖颈和腰间都是可以的。那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展示一下？我可能平常就这样吧，对，平常就这样放在这里。好，放在腰间哈，确实是经过我们雨欣的一点点小的搭配之后，它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家身上的点睛之笔了，对不对？好不好看？对，一下就充满了国潮范儿了。好，那我知道哈，其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的国风文化。那你喜不喜欢国风文化？一定的。
一定的，是不是？对，而且现在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国潮已经成为了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而且说是最时尚的潮流，国潮没有错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哈，今天我们除了现场的朋友，还有很多在线上观看直播的朋友。其实刚刚雨欣给我们展示了今天的这个益生菌的行囊，所以呢，我们要和线上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来说一下哈，今天呢，我们的国潮系列在京东首发。买我们益生菌的礼盒还可以赠送到雨欣的同款雨伞一把，同时呢，我们全场线上的粉丝的专属福利也只限今天，那购买我们的欧普代餐奶昔可以享受到两件八折，雨欣同款的益生菌40瓶装的两件哈，分别都可以抢到200本限量的特别纪念册，而且呢，下单还可以参与到亲签的抽奖，重磅福利先到先得，我们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的动起手来，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雨欣继续聊一聊哈。其实刚刚我听到我们现场很多的粉丝朋友都说哈，说他们觉得这个小蓝瓶很可爱，但是用完了扔掉太可惜了，所以雨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能够给我们的小蓝瓶注入一些神奇的改造能量，让它有二次的生命呢？我觉得可以当花瓶。当花瓶哇，然后可以当那种小的小玩具吧，然后可以当钥匙扣啊之类的。当钥匙扣，当花瓶，对，你平时会用这个插一些花放到自己家里面是不是？我觉得环保是可以这样做。嗯，是的，是的，我知道大家和雨欣一样哈，都非常非常的积极正能量，所以说平时用完的这个哈，一定不要扔掉，当花瓶，当钥匙扣，当一些收纳盒哈，包括很多的奇思妙想都可以注入到我们的小蓝瓶当中改造一下。那这一次呢，我们还听说哈，我们的 Wonder Lab 还特别发起了一个二次的改造活动呢，你有关注到这个活动吗？给小胖瓶的第二次生命。哎，对，没错，小胖瓶的第二次生命在我们的微博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把你们的一些作品啊在微博上输入这样的一个话题，小胖瓶的第二次生命哈，去展示一下，我们的雨欣其实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会看到，一定会看到。对对，那大家可以和我们雨欣一起来参与进来。当然在网上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其实很多的朋友他都改造了，已经完成了他的这么一个设计哈，有的人把它改造成那个相框，就是把这个小蓝瓶堆在那个相框里面，还蛮时尚，蛮有艺术感的。那也有的朋友呢把它改造成了钥匙扣等等等等，所以说小蓝瓶注入一些改造的能量之后，它也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最硬最时尚的装饰品，对不对？那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哈，因为大家都跟雨欣一样非常的提倡绿色环保，所以刚刚我知道他们已经改造完成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品怎么样。来，请看大屏幕，看，这都是伞层们改造的。哇，是不是还不错？这个很可爱。哎，这对，这个很可爱，这个是万万没想到的。我一直以为收纳盒就是把它装到一个更大的盒子里，没想到给它做了一个底座哈。对，好，那雨欣，这满满一篇里面，你最喜欢哪个？没办法选择，全部都喜欢。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对。对，全部都喜欢。好，来，已经可以看向我们的伞伞们哈。确实，我只能说，我们要永远相信大家的改造能力，对不对？太赞了，这个真的都是所有的都是高分的满分的作业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到雨欣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聊一聊哈，因为我感觉蛮辛苦的。来，这边请。好，好，是这样的哈，因为大家知道在疫情期间办一场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争取到了雨欣的时间，争取到了大家的时间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因为我们现场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所以说呢，我们只能让雨欣和大家待短暂的这么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哈，因为疫情期间办一场活动特别不容易，大家理解支持一下好吗？谢谢，我知道伞伞们是最赞的粉丝，好不好？谢谢。那最后我们请雨欣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说一句话好不好，以及祝福语。首先希望大家要多注意身体，然后呢，其实没有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呢都非常想念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然后也过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希望大家再等待一下，
然后后面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跟你们见面。然后今天有在下雨，所以下雨天不要不打伞，要把伞握好回到家里面。拜拜，谢谢。那我们再一次把全场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雨欣，谢谢，感谢你可以在疫情期间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大家见面，谢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我看到大家都非常不舍哈，那这样好了，我们请雨欣和大家拍一张大合影好吗？好好好，谢谢，感谢各位的支持哈，来，这样我们雨欣站到前面的位置吧。来，大家你们可以插空站哈，注意秩序好吗？注意秩序哈，谢谢，感谢各位的支持。来，雨欣来到中间的位置吧，好不好？这样我们所有的雨伞楼上的都可以拍进去啊。好了，大家注意身体，拜拜。谢谢，心头如丝路，腾云破万难。我们再一次感谢雨欣，谢谢。